大家好啊！那么亚速钢铁厂有了最新的消息啊。俄罗斯的《真理报》报道啊，美国的四星上将在亚速钢铁厂被捕。那俄罗斯的通讯社五月二十一号的消息呢？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亚速钢铁厂全境已经被攻占，乌克兰武装分子藏身的地下设施已经被俄军全部控制。到现在呢，总共有两千多名啊被围困的亚速营武装和乌克兰军人投降。 这是俄军从四月二十一号开始围困亚速营等乌克兰武装在此地取得的最终结果。同一时间呢，俄罗斯《真理报》披露呢，钢铁厂内几条大鱼已经落网，包括一名美国四星上将、一名英国中校军官、四名北约军事教官，以及呢之前被俄军逮捕后押往莫斯科受审讯的加拿大中将。 特雷沃·卡迪厄。不过，俄罗斯媒体呢并未透露更多的信息。那根据《真理报》的报道呢，卡迪厄在乌克兰境内的工作呢是领导生物实验室，因而不排除呢大于也有可能是美国在乌克兰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人证物证。俄罗斯一旦掌握啊相关证据在手中。 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向西方发动舆论反击，那么强化针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正义性。《真理报》呢援引美国匹斯堡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迈克尔·布伦纳的话说，部分北约军事人员呢可能已经被乌克兰灭口。这位教授表示啊，不排除亚速营将被困在钢铁厂地下的几名北约军官杀害。 和肢解的可能性，他们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掩盖西方国家的尴尬，以此呢免于被俄罗斯抓到把柄和承担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的责任。从动机上来看呢，这样的说法也有几分道理啊。如果呢钢铁厂内大鱼被杀死并肢解，俄罗斯无法辨别相关死者的身份，而且呢更为巧合的是啊。 亚速营副指挥官曾在发布过一段，曾经发布过一段视频，他声称自己正在和其他指挥官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啊，这个视频确实我也看到了。啊，他说现在正在执行基辅方面授予的特殊任务，但是不能透露。这个特殊任务会不会就是杀死北约的指挥官，然后将他们肢解？啊，他们是隔了大概三天到四天时间才从地下室出来投降。 而且呢，亚速营的这些指挥官现在没有露面的，我觉得俄罗斯正在对他们审讯，啊，那么你如果肢解了北约的这个指挥官，这些人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啊，藏尸地点啊，是埋了，是用是用水泥对吧浇筑在墙体内了，还是将尸体融化了啊丢弃了？ 我觉得现在呢，正在对亚速指挥官审讯啊，这个结果很快。那莫斯科的《真理报》呢，也猜测啊，可能俄罗斯已经将大鱼掌握在手中，这才有了近期在亚速钢铁厂的人道主义撤离和乌克兰武装人员的大批投降。俄军在捕获西方大鱼的情况下放人，而钢铁厂地下的乌军失去保护目标和抵抗意义。 那随着乌克兰武装人员全部撤离呢，钢铁厂内隐藏的迷雾终将消散，俄罗斯掌握乃至公开其中秘密也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呢，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啊，应该是防止战争外溢以及如何结束战争。大家知道，俄罗斯呢在国际舆论上呢处于劣势啊，西方国家掌握了主要媒体的喉舌，这使得西方广大的民众呢。 了解所谓的真相，只是通过西方政府想让他们看到的渠道了解想让他们知道的相关真相。俄罗斯呢，这个时候可能会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撕破西方的伪善面具，用事实打破其构建的虚假真相。美国等西方国家呢，是间接插手俄乌冲突，还是直接派兵参与乌克兰战争？俄军手中没有确凿的证据，对于俄罗斯掌握主动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现在呢，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而可能被抓的大鱼就是俄罗斯会不会让战争外溢的关键。因为一旦坐实北约派部队或现役军官协助乌克兰与俄军作战，那么等于俄罗斯拿到了北约进行反击的理由。再考虑到西方现在仍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极有可能会逼得俄罗斯态度更为激进。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呢，灾难性后果无法避免。 现在看呢，俄罗斯就是要死。那实际上，现在我也获得了一段视频啊，是俄罗斯最新公布的啊，美国雇佣军啊，美军高级指挥官在乌克兰战场和俄军作战的画面的视频。这也是俄军首次公布相关视频。我会把这个视频链接放下边，你点开标题啊，下边就有链接，你点一下链接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视频里呢，大家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啊，美国的这个指挥官命令乌军作战、发布命令的啊，命令的这个啊完整的信息啊。其中也可以看到呢，美军高级指挥官包括美国工军身后背着美国国旗啊，每个人几乎都背一面美国国旗、啊、这是为战死做准备啊，准备用国旗是吧覆盖自己的身体。 这个地点呢？作战的地点呢？视频里已经提到了，是在伊尔平，在基辅的郊区。啊，这段视频呢，俄罗斯掌握了以后呢，是首次公布。为什么呢？哎，因为现在亚速钢铁厂已经解放了，俄罗斯现在呢，已经掌握了美国参与到乌克兰战争的直接证据。啊，所以我说俄罗斯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将美国参与乌克兰的直接证据公布出来。啊，现在是美军在基辅方面。 和俄军作战的相关画面啊，那么在亚速钢铁厂内这些大鱼未来的影影像资料，我觉得俄军早晚会公布，一定会公布的。那也可以说呢，后面这段视频呢，实际上是目前啊美军直接参与到乌克兰战争的最直接的影像资料、影像证据。呃，当然可能有人说他们只是雇佣军啊，但是如果这些大鱼被抓到，而且这些大鱼是现役军官。 那也就是说，美国现役人员就在乌克兰参战，啊，那再结合着上面的第视频，美军就无法抵赖了。你美国就是来参战了，啊，所以现在俄罗斯呢，我觉得正在对所有的亚速钢铁厂这些士兵进行审讯，特别是对啊正副两个营长，啊，其他人可能不了解这些外国雇佣军啊外国高级指挥官相关的信息，这两个营长一定知道。 甚至也不排除啊，像《真理报》分析的那样，啊，正副指挥官命令肢解掉了这些外国指挥官，毁尸灭迹，啊，那么尸体埋的埋的地点啊，怎么埋的啊，怎么肢解的，这两个人都知道，啊，所以现在来看呢，从这个亚速营正副指挥官那儿可以获得很多信息，所以现在俄罗斯正在对两个指挥官进行突击审讯。 哎、嗯，我觉得后续的结果也很快会出来，我也一直在关注着。啊，俄罗斯是绝对不会放弃这条线索的。啊，而且呢，亚速钢铁厂这个地下室呢，现在俄罗斯已经派人进去了。啊，现在我获得最新消息呢，已经进去了。但是呢，现在进展比较缓慢，为什么？它里边太大了，里边巨大无比，啊、而且呢，里边有些地方呢，啊，实际上是被封闭的，还有还有一些地雷在。 所以呢，先要清理地雷啊，清理干净以后呢，其他人员才能进去。我觉得这个亚速营出来之前，一定是把相关的包括实验的设备、器材、人员啊，应该都已经销毁了，能销毁就尽量销毁了，他不会留下证据。但是我觉得俄罗斯最后呢，在地下室是一定会找到蛛丝马迹啊，会向全世界啊公布美国啊、乌克兰在亚速钢铁厂地下室的一切。 这是一定的，一定会召开记者会的，啊，所以咱们呢，只是等待，等待俄罗斯公开亚速钢铁厂地下室它的真相，啊，那后续呢，有亚速钢铁厂更多、更新的消息，我也会及时给大家汇报。